统中介法有没有终止？好，我们到这边就好了。检讨人的责任，外交部有没有责任？总统中介法有没有终止？好，我们到这边就好了。检讨人的责任，外交部有没有责任？这个疫情，从2020年开始的疫情到现在，咱台湾人受到很苦，世界也很多人，尤其是外国的重要的政治人物来台湾访问的时候，来见我的时候，都有在跟我们学乐说，咱的 COVID-19 咱的疫情处理得很好，是怎样咱可以处理好，咱有经验，除了国家有经验，政府有经验，咱的国家的体制，咱的健保系统，咱的医疗系统很好的，最重要的一项事情是台湾人民的素质很高，台湾人民的团结来防疫，让咱可以做得成功，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团结，大家都可以共同来面对疫情，让台湾可以安全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多谢啦。中国现在常常在跟我们骚扰啦，台湾人面临中国的威胁，台湾人都很冷静，台湾人很有韧性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咱优秀的所在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